我爱的是三个安山人。导演的歌声不错耶。还是第二集呢？第二集是什么啊？小说了。离开金门前，总共翻译了六集。绿光观众的问卷给你最印象深刻的回馈是什么？导演，你是在我家装了 monitor 吗？有一本书我会一直重看。想知道是哪本书吗？请收看吴念真的名人书房。